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啊！视频的下部呢，跟这个视频的上部一样、啊，然后呢，主要截取一些比较好玩、四个人能一起打的地方，像那个多军州那种，出门一顿48横着开过去那种的就不再截取了。等起来，站！你们先看着，哪整那去？倒着。哎呦，还有呢！这个老五轮盘，鸡腿，二号，俩鸡腿，还有一个，给二号来一个。还有包子，还吃啊！让上来鸡腿，谁放的蛇呀、啊？在后面放蛇、啊，拉我！转的放蛇的，拉我暴气啊！他敢放蛇，我暴气啊！就转的放蛇的。我怎么下的？太过分了，有没有暴气？我必须的，就转的放蛇的。二胖在爆气，我气他没了。叫你放蛇，放蛇了以后，哦，气满了，再来。不能演戏，有了边吃边讲这个。放蛇了以后呢？哦，你还放不放蛇了？太早了，不，还有几秒，接着转他。别，他倒一次。啊，那走吧，那下画面倒吧，走吧。不行，我还转他一下。老放蛇。不用撞他。没啥撞的必要了，不缺分啊。没死啊，再开一个三。不是没死。不是，这个开不到我威胁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关键时刻对手防御太关键了，这都没退役，我操！我感觉你会不能，我这都打这个怪得不奖，这个连在身，这都死了，他打不过来呀，他快打过来就行了，给我来给我又没打呀，没事，我一下下跳，怪呢？他在门口，我看不着他，他太高了吧？你往右边打。让他下来了，早晚下来。行了，我操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太鸡巴吓人了！不行啊，永恒，来，我们先过铲雪。雪柱过来一下子，大哥，雪柱来一把。铲雪，整个灯。不用不用，整个雪柱再吃个加血行了。哪有加血？肯定有加血。他有加血啊？没包。哎，这个你们咋没吃呢？我就好奇。怎么做到的？跟你们这个张小鸡在哪呢？张小鸡动物叔，动物叔在这，喝给一个人。你们为什么没人吃那个？啊，让你别吧，你们吗？好吧。把那个时间在这儿，我来打雕像。时间在我这儿呢，时间撇就行。把什么给你？阿斗给你啊。阿斗和大都不用捡了。时间我这还有四个。丢了那四个时间，那个丢了。没用，你小伙子，直接没用了，直接撇。我这有五个，直接撇了。五个时间还够了。谁扔个莲花啥的？我调好了，我调好了。我有黄石弓，那也行，那也行。别扔黄石弓，黄石弓不行，黄石弓拖屏幕。你们进，我扔好的。扔。我有点小卡呀。这家伙不补水，无所谓了吧？一个毒气出来下下一下不就死了吗？啊！现在已经三个腰带了，金牌，哎、好东西。哪儿呢？捡没捡上？金牌没捡上哦。捡上了。捡上了。绝对捡。不在我这。坐上了，快！我先，哎呦，他笑了。哎呦，我操，这傻子笑了。开杀吧，不行，这个马太厉害了。你们开吧，没有腰带。马死了。这马太厉害了。马六出事了，没有事，完了，没事，我有衣服，有事啊，我死了，你死不多，但是最多现在顶着，都摊那里，有人死了，我这那太有事了，不用石头树了吧？不用了，要，吕布有，杀了就行，吕布有啊，又一个头盔，头盔再捡一下子。
报个血，报个血。阿胖躲着点，不用撞，不用撞，整死，整死。你不死了，我有吃是吗？对，不用撞，吃，给阿胖吃点。动物叔，谁牺牲了自己，牵起了动物叔？感谢动物叔。沙漠哥，我动物满了。沙漠哥扔，沙漠哥扔。动物叔满了。谁牺牲了自己，捡起了那啥、啊？这精神真他妈可嘉呀！太可嘉了。阿斗的，阿斗在四胖那呢。我在我一，好吧。四个崩溃了。谁有抓脚钉？不，谁抓那一下稳一点。没有招安。没有，没有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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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没有招一样的好。应该有四个头盔了。我给你读他一下。四个头盔，四个衣服，四个腰带。高手必须得慢一点。大哥，这个头盔吧？有蛇。这都瞒不了你。还还你。这阿斗，阿斗不行啊！不行，这阿斗得先跳，先溜溜也连不上，打打貂蝉。对。对对对对对，喂，行了，阿斗得先跳。哦，你被堵上了，肯定先跳啊。要撞可以，要反先撞。这娃娃，哎，张壮呢？哎，我答应呢，我答应被谁打去了？谁有答应扔个张壮一块？硬碰呢？刚才用的阿斗有招，阿斗还要一下吗？啊，要要要，给我过，我打那个狐狸精和那个最后那块地方。把这个抓到给我。什么给你？没有，我来了。那走吧。那儿一个张二壮，完了，那个貂蝉在谁那呢？在我这儿呢，我先咬他。别开了，别开了，我扔个傀儡，他扔个招安就完事了。傀儡。招安错。换。尽量都用四六 A 大哥，别用天女。哎，扔早了，别别别，我来。都用四六 A。对，来四六 A。对对对，双人装最好狙。哎，十一米大神，别拖屏幕，他隐身了，隐身了。有病吧？这么高。这不行了，没有张壮，这你勾上都连上了，你要死了。傀儡娃娃吧？没傀儡了。他貂蝉没傀儡啊？啊，对，貂蝉有傀儡，貂蝉扔傀儡吧。记得，用个稳的连段。对。那不太稳了。行了，行了。好了，死了。别变回去，别变回去。别变回来。哎呦，哎，没死。没死，没死。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没死没死血别着急吃，别死了，吃血吃血，不行就扔个灯。我操他妈，差点给我秒了，这个小兵。哎，给我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。没跑下去啊！差点给我秒了，这个傻香菇。什么东西？好东西，看见。有金牌？哎呦，那太爽了。那你肯定没看见。来来来来，我一个飞盘。来吧，老弟。你说你跳出来高度不上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用个键盘啊，待会儿，等我一下。哇，这可换成键盘，换成，哦、这死太快了，接着断。哎，不让断了，这 boss 有保护系统。电叔才能帮着捡一下子，没格了。这啥玩意儿？哎呦，真好，嘿嘿。那个，我都说我捡个东西，你没看见啊？你们先走。大哥，把你的飞盘丢给我来，我抽个那啥。我黄忠给你，我八个的飞盘，永恒，我知道，我就一个，垫的可疼了，没事，这关垫的可疼了，雨叔看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嗯，好的，嘿嘿，都有了，哎，这里呢，我该捡的都捡了，留着，万一等下来个直接比追加呢？哎呦，那个啥可在那呢？等会儿把这个电数倒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我跟你说，永恒。啊？我这神仙笔留着，等下老板来追加呢。你不能吧？那么硬吗？又不少这个格子。那倒是。那你还不死？这是谁呀、啊？别动！这是什么怪啊？不知道。
忍者吗？啊！我喜欢他。玩太惨了，我也把我救了。我操！这边说惨点，没暴击中。这玩意太惨了。暴击没事了，我加一个。谁用暴击？你不知道谁用暴击？暴击机。你们都四位，我才三位吧。谁又爆了个气啊？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！二排又爆了一个，我操！我的手好麻呀！你那个一键不还没关呢吗？等会儿，等会儿呗。你给我关不掉咋办？我放弃了，我没开键，开键了，开键他不行，放弃了。他妈手好麻呀！我操！他们这是跪着一死，你说？行了，就好了。开始我们的转了，飞盘，飞盘整一个，飞盘整一个，救的陆逊了，哎呦，我们给他救了，我们把他救了，那就吕蒙吧，办他就你呗，你乐意救人，没有暴气的啊，我暴气，大伙儿大伙儿，冷静冷静冷静，我这个键盘以后就无敌了，行，只要我用上这个键盘。金牌，加血加血加血，动物书张角机，动物书张角机，这是草是不是？减肥套餐，用那个三十级必杀呀！我用那个无敌，他就咬着你了。我们转一下吗？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先开始一个吧。你们起飞吧，直接起飞吧，两个倒一个，两个倒一个。来来，这个轰动。快你死了，转飞了，人呢？转飞了，转飞了，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。找自己人，停会儿，停会儿。我问的是我自己，我没问他。我操！我中了黄龙板了。谢黄龙整死，谁还有？整一个啊！谢黄龙整死。好好，整过去，整过去，我们来关羽。四胖整过去。我这么吃蹲了，把这个马清一下，这个马有没有莲花，一个莲花就死了啊，这也行，来吧，可以，好，我来拍板，谁爆个气，没爆气，不要了，让人家没用，爆个气啊，爆气啊，哎对，爆个气啊，我这瞬间就秒了，爆了气了，哎呦，行了，太残忍了吧。二哥，二哥，蛇救了你，那条蛇，那蛇可真救了他。搞对象，这蛇不来，我估计他有够呛。那蛇是真救他一命。哎，控制好也是。让他到顶上。我操！哎呀，我去，这不好赚了。撞吧撞吧。那卡个无敌就好了，不卡无敌不好赚。为什么是我？是我啊。是你吗？是你们一起。我。又死了！老头在上面开了，底下有条毒蛇。开始了，我撞一下子。开始了，必杀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别下去，谁别下去？下去，必杀保护到。我没气了。我有，上来，你上来，千万上来，要必杀不是全屏的。往上走，往上，对，上来到最顶上，开吧。谁在这谁开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这么狗还远。毒蛇一身之毒，不是我在想这个问题，你反正要给他咬，人家更应该给我吃的。吃下去，三胖吃血。这话说了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太没毛病了。血呢？没了。还有一个吗？这是真没打爆。哎，别，那个大侠咬一口就死了。太惨了。哎，转到蹦出来了，我的天！行，停下，只有飞盘最好来一个。我去，你没飞盘搞上了，
来来，哎呦，来上回我就断了。我回了很久，一条自己情况没了，一个人。累积了。我出去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不行了。哎呦，我操，还不杀吧，不行了。哎，来了，快快快。哎呦，谁呀、啊？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啊，开始了，算了。没死，我这上还没死。我正撞上谁会给你发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有个大哥想打随机人物，扮演大哥。有个老板想打下地随机人物，别死了，二胖，跑一跑。这是加血茫茫多，死了亏了。这死了真亏了。这死了太亏了。这盘转吧。我操，这种白虎被打的，我操！死死给我转，给我转！起来！他抱这个大虾是啥意思？酒壶，酒壶谁捡上了？金牌。给二胖吃点血啊！二胖没吃着呢。吃。吃来个鸡腿吗？咱有鸡腿啊，二胖。对，走。哇塞呀，不带血，别动他，他死了，看得见，喂，七星灯。只有武神别捡了，你看你给你转一圈啊，早说呀，报好我就说了，报那么多天书干啥，下血二胖，还有包子，这还有个包子二胖，走，吃吃，大家还有红酒，对，你们开吧，我也想下海也不行，那黄盖太厉害了，黄盖打我一下就死了，黄盖打我太疼了，这光伤害太高了，哎呦，谁开的太及时了，再顶我一下我去了，可以了，有血吗？我吃了加血，有点害怕，哎呦，这逼我去你妹的，你把我皮全咬了，打死你，躲着点躲着点，我撞上了，锤子锤子没用，我早知道这锤在这里，我他妈就不撞了，大老板也不用死，三下了还差一下，再让金锤减一下，我操，被拿下放心，放心，不差那一个不差那一个，二胖要死了，死了就死那不好吧，来来来算他飞船，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我来我来，完了我二胖凉了，拿走来，死了，哪边二胖凉了，给四胖来点加血吧，四胖那有大的，加个血，谢谢，我减肥，我就，嘿，我就吃了，怎么地？哎呦，脾气可以啊！别下天，别下天。真的，没电话。哎，谁的清兵行啊？好、啊，一回翻张亮就死了，四个腰带。嗯、啊，都死了吗？谁传我一个？谁三方吃个血？来了啊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出来。这太坑了啊！你们来吧，这个飞板。我没飞板，飞板给你了。不中了，来。不死了吗？没死了，累积了。没事了。哎，行了。这个暴击直接撞就行了。直接撞，直接撞。哎，这还有个大酒，快，再来一下子。吃个血，我操。再吃个大酒。让他来板边，板右边。来来来来来，谁能捡酒？记着捡酒啊。哎，这怎么连不了？暴击撞啊。酒嘞？没出呢。来来来，暴击撞，来来来。快来就完了，就来就完了，
你看，尸体都没了。他擦，尸体都没了。他擦，没了。撞化了，人都撞碎了。撞化了。哎，别动，我吃个减肥套餐。把小小 A 了，我操！八百八来了。好，八百八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谁算鲁迅呢？这么惨啊！我穿到49。赚成了满人了，真他妈惨，太惨了。千斤坠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吗？下上 A， 谁逮住谁开一把，走吧。谁先吃个大嘴，别浪费了。开饭没？先吃个血呗。对，先吃口血。吕布要作死，吕布要作死，看看。行了，可以了。你有病啊！妈，毛毛多的胖子，你打我，算他，让你打我，打不打？我就上坡了，上坡了，在哪？上坡，上坡，在我这呢。整一下子，整一下子。我来。上坡，要不要无所谓上坡？我保护你，沙漠哥。我得换啊！没事，你笑。我保护你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保护上。我跟沙漠哥场上连招了，谁攥上了？我得来一趟。沙漠哥，把大我一下，我们就一睡不着就听我的解说，那么好使吗，哥们？点点关注吧，那可太秀了。那可真行啊！我还有和有老郭在听呢。老郭那个可太凶，那个是无敌啊！加血啊！接不上啊！那能接上吗？刚才好像接上了。不可能！刚不是，刚刚保护了，这谁保护的？我大哥，你都来中间了，保护不了了。那太往下了。我怎么保的？你这跑到中间来了，我不太好保护了。我来看这个诸葛亮。行了，像谁这被杀真几十啊？笑一下，笑一下。我这谁？这谁起的？真他妈帅啊！这还不撞他？真帅啊！这谁？还讲客气啊？包子，谁学着整一口？走，我去拖，拖点屏幕，拖点屏幕，我去一下。我站这里了，可以拖了。快来！都是真人在玩，那哥们儿，那我，你这个问题，我是 AI， 我是 AI， 你这个问题给我问住了，我是智能高科技，我直播这么长时间，头一次碰到这个问题，这问题把我逗乐了，此时我们四个一乐吧，这问题真给我问住了，有点儿哎，你这个转。我给逮了一个钻，然后我钻石了，钻到一个是一个，钻的该到不是一个，是六次了。你钻的都还不敢看。妈的，我三个月，这钻的全部都打折了。行了，来一个，四血，四血。
这他知道的。我去，这么准，这死的这么残忍。这有个百了，残忍了吗？你是不知道的。我给你们卡个无敌吧。你三小弟够不够？够，我四个。好，那行了。不够司马懿，你们再放，走吧。行了，走吧。哇，太不疼了！疼，这人是辅助伤害最高的，不知道为啥，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他。这个太我感觉比诸葛亮的战力强。比诸葛亮高多了，这个语速，单论的语速。我还是750，还是750，算妈的血吧？啊，算妈的血，太恐怖了。哎，这大熊猫怎么能站住呢？他动住了。继续等我输。我为什么不撞他？这小兵太多了吧？可以撞。再来一个死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他去了。这个曹操就撞他了。曹操不就是一顿吗？曹操必须得撞他呀。曹操下下一必须得下下呀。吃大血2炮，4炮，兄弟，我们组织一下，组织一下下关再来吧。神剑兵卡掉兵。下关下关谁来？谁有司马谁来呗。司马在谁那呢？司马在不知道几炮那呢。在我这儿，给一个大印，大印给司马，把大印电书，给你电书那个，这个电书能自己控制，最后比较安全。所有飞盘，咱起他吧。我有一个，三个扔吧，飞盘丢不了，飞盘丢不了。我没有，我丢不了你，你看他们有没有？我就一个，我留着我丢啊，一样，好玩去，丢给他行，丢给一个人行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谁报个信啊？谁提前报个信？我已经报了。别给他认栽了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报了。连胜他就死了。转身就死。哦，免疫了。免疫了。再来一个。这么没水平。再来一个。转。还有些血条。没气了，别爆气了。啊？气膛太快了，白杀了。要不就秒，要不就秒了。飞盘还有飞盘，攥住了。再一秒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哎呦，我这太残忍了吧！别放他下来。凭什么下来？哎呦，谁呀？谁呀？放生了，调个电数，大哥，调个电数，快！来，大哥又下关，调个电数，可以。我吃个加血。没暴血啊！这个能搞，我安 C 了，扔一个，大哥，扔一个。行了。嗯？谁干的？那大哥，你陪他战斗吧，那没招了。我呢？哎呦，我得救你俩一下子，这太危险了。你俩看能不能开出来吧？我这打不着他。我得救你俩一下，这不大王给你俩全倒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集体必杀吧。你不行，必杀容易死机，不怕别的，怕死机。就是怕死机，怕死机简单。我先把这说，先把大娃打死，还没说，我跳游戏。有数，拜拜。等一会儿，不好开，直接扔司马吧，咱俩自生自灭吧。行吧，我们自生自灭吧，你让司马笑吧。你有鞋好跑点，没有鞋。要注意大娃的水娃就行。大娃死了。大娃死了，现在注意个水娃就行。水娃没事。不用，开这必杀不就完了吗？不用，他能给他阻止。那我怎么起飞了呢？那我不知道，我这跳挺好啊。这跳太高了，落地不稳。可能是崴着脚了。你们俩真慌张，宠我一下，宠我，你不把那点。你把那两个兵打死，不刷兵啊！不刷兵搞死你，这我还好，这么一个简单。哎，没那啥着。
就只剩个隐身娃了。那还有还有一波呢，再放一个，再放一个，再放一个够了。我不行了，大哥，我之前开这场，我要去了。我不太行了。好了，我行了，我得抓死。站住！哎呦，我操！谁呀？这是个隐身的狗了吧？开白开隐身啊！哎，他为啥蹦啥呀？来找我！哎，别！他不有隐身吗？是谁呀？又隐身了，又隐身了！是谁呀？激动，开个必杀！为啥又找我呀，哥们儿？你有病啊！是吧？给他打回去。兄弟，你要有病，你看一眼。那你们还不死？扔了个什么技能啊？什么鬼？我满分高，我满分高，我要跑！别找我！找三胖，三炮，找三胖，抓着三胖！别找我，别找三胖！谁连的什么招这是？可以啊，挺硬的。吕布咋在那儿呢？哎，还有那个呢！我操！真假的吧？我操你！吕布呢？蛇死了。哎，你好，小白兔，沙漠科呢？在我这边。别在你那，换沙漠科吧。换沙漠科，够我一点，抠他吧。不用那个司马了。留打张辽吧，张辽打太慢了。沙漠科也一样，沙漠科打得好打。张辽，我们不能用飞盘撞吗？飞盘打不了，张辽不让打连招。打不了。哦。一下都不让连。张辽不行。哦，那个五战争 bug 五战争 bug 是那上坡抠吧，上坡伤害高出来换水给我个苹果啊，哥们我终结了，那戳了一下，是放着我来，还有个鸡腿，好吧。超车，四炮出发。为啥开这么快？这必须快呀！我怎么一个都开不来？我也有点。谁开这么快呀？我强烈怀疑这是你。这是谁开的？绝密你！我这光 A 了，我的地方。被送出去了。我光 A 了，摁了半天。这是谁抓的？死了。太残忍了。血腥了。吃点加血吧，吃饱了。大胖也吃饱，四胖整点啊！你不是这么害怕血糖突然？怎么感觉四胖要减肥呢？没有，我赶紧我在这儿。愣。哈哈哈！怎么被人插回去了？还没人出来，我操！我操，这真是厉害！我今天偏要把这个炸了才。怎么摔了呢？一个放大水机的是我。可以了吧？浪浪浪。我没了。等我都起个度标咱转它。来了。哎，别！冷静冷静，这是几炮？冷静，没有毒标了，我没有了，啥也没有了，我死了。
他们砍下了一条命，吃个七星灯，又是一条好。跳吧。那个小风，那个小风啊，别大的。过了，过了。看着三个炮，我这边爆了个技。来，你们站着，我去赢。穿鞋的去赢了，我快没血了，我去赢。好，别让他们偷了。还可以，没护水。血太厚了，五十四五万血。哎，别别别，屏幕别撑。你这样会把，你这样会把他，会把他引出来。屏幕有时候撑完了能那啥。有人能脱离这个小房子？我说卡这里，但你要又是屁股问题。我们把你，嗯，把你地垫丢给我了。嗯，再丢一个。现在找位置就蹲好了。这个四个人一起轮，看着还挺有意思的。我们是不是有四个捕神？行了行了，这就可以了。不行了，来吧，我就用这个四一了。我们是不是有四个捕神？有啊。对啊。哎呦我去呀，这么多捕神没用，不知道啊。然后那个死就行了。金刚机，砍金刚机。对啊，只要金刚机死就这个了。天下无敌，我拿屁股落地。天下无敌，天下无敌，天下无敌。我操，这这他四个人打了三个小时呢，半小时过了。那不算，那一个小时人在屏幕里都下不来，那肯定慢呢。打了快三个小时，给那老虎爪子都快钻碎了。最坑的是永恒，知道吧？说我们太残忍了，边做边报警，不得报个警，加入战团。吃饱了，血呢？没爆，没爆。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这有个技能。我跟你说，谁别走啊！倒倒东西再走。武神在身上呢。吃满了。武神倒下子。武神吃满了。武神倒下，倒下，倒下。你知道大印什么？大印大。上手是大印，对，大印大印。完了，把上面课扔了，大哥，把小红书给你，给我们卡无敌。啊。我给你丢炉子。这火，永恒是四血吃满，他都没爆，确实没爆。你觉得是多用一个？哎，我怎么爆三？你先那啥，大哥，你先一把一个气打上，先给我们卡出，卡完出完了那啥，完了用隐身衣先把，对，先把一个气打上，有五个气就够了。你就这，他也可以，这么多五十多，我不一定够，他会躲。之前那是管四刀，你忘了？他会躲。卡吧，我无敌了。人往上就行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那隐身衣赚吧。随便了，隐身衣扒拉一下，气就满了。对，随便打一个钻啥的。也可以赚两个气。不行，他防，那对对对。好了，我们往上点，大哥，离我们远点，离我们太近了危险。好嘞。对，离我们远点。哎呦我操！没事没事，他只要不给你放同样的就行、是。没有，他开不过你。开不过你，太棒了！落地可以，好好好。落地。哎，你还有个气没用呢，大哥。妈的！你这打一个气是为什么呢？你有个气没用呢，白打了。你打一个气是干嘛？我想到了四个气，想到了四个气了。我说不够啊，没事，你放你的，差不多。开你的，差不多，就看他躲不躲了。实在不行，我看你可以转呗，不让吃啊，你这么多，技能也没钱。你把五十扔出来，我们砍断你。他还有酒，再砍。金刚记录的，我还有小酒。都砍死了，还有一刀。换换换。
是撞上了。得了，死了。那就是撞我。我没动物书了，我们谁有动物书了？那个，完了咱撞上。三号撞。撞呗。撞。暴击。撞。张敢一推吧，没撞到。这伤害是不是？快报警！报警！哎呀，变回来了，咋？等会儿这人了。我们试试下下 A 吧，看能不能下下 A。为啥就我死？把先把他先把他打摔了。我去找。哎呦，好像变回来了。哎，直接下下 A 吧，这打人就行了。快来！快来！变回来十分强。炸石？咋不炸石呢？要炸石了！炸石！揍他！再揍他一顿！哈！炸石了！白给！脸不行啊！白给！还他妈顶上，真的是不堪一击！白给！真是不堪一击！以为挺能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